尼精舍成立宗旨，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也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治因果病，无论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顾及、学业，欢迎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牟尼精舍地址：台湾彰化县溪州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事。欢迎来信电子信箱或搜寻牟尼精舍部落格。